两位当中会有一位要被待定，一样我们请四位导师讨论一下是哪一位要进入待定区或是要 PK。 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确。 What about you? Undecided. Undecided.好，刚刚呢，我们还没有宣布谁要淘汰之前，晶晶就已经先哭哭了。晶晶，你怎么了？你想到什么？怎么会哭成这样子？是因为不想跟太太 PK 吗？我们两个有约定。打从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觉得我们大概有100%吧，对吧？就是会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考虑到会面临这样子的情形。哦，有一点猝不及防。老师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们刚刚讨论过了，我们想看就是你们的 PK。 因为我们是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实力其实相当，但是就是在个性上有差异，所以导致你们在做事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混乱。我想看是因为我想看这样的感情在对立的碰撞下是不是能够更升华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我很期待。哎，他们纷纷先走往冰淇淋，那是不是先安慰自己 ？Right， 先吃一个冰淇淋再说。喂，刚刚出场的时候都好活泼，然后一被选到要 PK， 整个人都整个朝气都没有了，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对，我觉得打一场漂亮的仗，这种想法应该是把它当成这是我再有一次机会可以展现我展现我自己，对，而不是哦我失败了，我就垮掉了。对，而且把这道菜做好也是对于对手的尊重跟尊敬。哎哎，门要关了啦，啊走啦走啦，啊还有30秒，还有30秒还可以看一些，门还没有关吗？再检查一下吧，再检查一下。10、9、8、7、6、5、4、3、2、1，好，完菜，两位已经都选好了，等一下我们就要一个小时之后在这边舞台以舞会友，好不好？加油，两位，加油，等一下见喽。你们就是坏，不要再拍我了，哎，你们就是坏，我现在就想问候你们全家人啊。就觉得好像没有，就讲好都没有做到，就有点，也对自己蛮失望的。我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菜，我想做给他吃。两位好姐妹已经打起精神要来面对这个接下来这个 PK 了吧？晶晶心情 OK 了吗？ OK， 因为我现在有多个机会可以做料理给她吃了。哦，是不是？慧文也是吗？嗯，对。好，那现在呢，两位一样，30分钟。好，我们准备计时开始。这次他们的桌面上就比较复杂一点点喽。慧文的桌上有猪脚肉，晶晶的桌上有鸡肉。慧文，你要做什么呢？因为我刚刚看到就是后面有新鲜的香菇，然后也有看到绞肉，然后其实我脑袋也就想说，就做个香菇香肉。于是我又看到了娃娃菜，我就把它取名叫做，娃娃是妈的心头肉，然后所以就是待会香菇上面就是香肉，然后又有娃娃菜，就这样。我跟晶晶就手心手背都是肉啦，随便你们想干嘛，我也不在乎。这两天他住我家啦，然后他就跟我说很冷。其实以前妈妈都会在生病的时候做这个料理给我吃，所以我是觉得很简单，很纯粹的味道，就是很直接的丝瓜面线。那因为每次我都跟我妈说，丝瓜面线可不可以配点肉？然后因为这样，我就想说好，那就
简单的做个酱烧鸡给他，两道菜。对，我你要做两道菜，真是假扮熊姨，每次做两道菜，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在下面在讲说我们是坏人家的内疚，可是听他们听到对话，根本我们不内疚，感情变更好了。确实，我们内心有一点恨意。哦哟，没事没事，你们不要再焦虑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焦虑啦，你这样就是焦虑，真的。哦，我觉得晶晶哭完之后真的变更坚强了。对，你哭出来眼泪是代表你有把这个比赛当成回事，这是好的。哎，你们是第一次比完之后变好朋友吗？没有，我们从海选的时候就，对不起，那个我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请你尽量，你尽量，你尽量。那你手要小心，你手要小心。当中选鸡腿，我刚抖两下，鸡腿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关系就小心切过去。他现在把鸡腿想象成是 Fred 的右手，哇！啊，你现在在干嘛的，慧文？腊肉啊！哦，腊肉哦。对啊，我放了你一点点的酱油，还有蚝油。我刚刚本来想要找太白粉，可一时半刻找不到粉，就罢了。太白粉忘记了，那你的粘着剂是什么？我的蛋跟我的双手温度。OK， 这样可以吗？哎，这个要干嘛？搅泥。对啊，搅泥。慧文，嘿，是我准备要用爱喽。玄米油是他对你的爱。我觉得那个丑衣还没开过的，勾一下。啊，撒过去了，没关系，就把它当成香槟就好了。你说漫出来了吗？我对你的爱已经漫出来了。我先做丝瓜哦，丝瓜的部分注意时间哦。因为我要先把姜爆香，其实用麻油最好。是 ，butter， 我就是刚才看不到麻油。哦，哎，你很厉害耶，你可以乱中有序耶。好，你怎么了？没事啊，就是有点悠闲，是不是？你有点悠闲，剩十五分钟。因为他要做两道菜，我就只要做一道啊。他如果没有粉的话，应该要拿起来摔一下，对吧？或是拿一个大一点的盆子，对，要摔，不摔它不会起来。你现在在那个哦？对，我就是肉放在香菇里面，没错，还是我的心头肉。请问一下，香菇有放佐料吗？没有，我香菇我想要待会下去煨的时候用香菜蒜头的这个味道让它进去，然后因为它是香菇香肉，我还是想要它就是 keep it simple。Jason， 你觉得这样子的料理，香菇里面应该要有一点香菇是很特别的食材，它本身有它自己的香气，但是因为它的水分相当高，你一定要找出方法可以把它浓缩。嗯，所以也许是我做这道菜，我会香菇外面割几刀，这样子它可以吸收它的肉汁的这种香气。因为香菇其实可以把它稍微煎过一下，会有个香气。我也不想要做什么调味，我让它稍微那个香气出来以后，我再去煨它好了。嗯，你确定你有你自己的方法，你就随着那个方向走。嗯，好，谢谢老师的建议，我就有的画，有的不画。好，其实你这样做有点太多余，你就把咸度抓高一点就好了。因为香菇就像 Jason 讲，它水分含量比较高。好，谢谢老师。请问我是做的很像有点危险，所以要提醒我是？没错 ，Yes。慧文，你现在在做它上面的酱吗？还是你在烫娃娃菜而已？其实我的汤底用了香菜跟蒜头，我用香菜根，因为我觉得它香气比较足，然后用那个味道下去熬那个娃娃菜的甜，对。我面线现在才下，因为面线啊，还有点太早下的话，怎么还有十分钟啊？因为面线会糊，再给它焖一下。好，焖一下。慧文，你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我好像也没在担心什么，就肉要熟，肉要熟。嗯，对对对。晶晶呢？我目前差不多好了。嗯，而且我 check 过了，肉每一个都擦一下，最后的地方原则上都熟了。所以你们两位认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我就是请教你们稍微考虑一下你们的摆盘。OK， 谢谢。谢谢老师，这就是我们俩的问题。我知道。我们是应该去上个美术课之类的。奇怪，摆盘这东西哈，真的要看天分哎。好，绿色元素没有，我有准备冲。利用最后这五分钟时间，把这个酱烧汁摆出一个八骏图。不大对哦。八骏图超厉害。你四分钟应该是 OK 哈，我就是让它味道进去就好了。哇，很漂亮哎！但是你没有任何可以勾芡类的粉，你会怎么样处理呢？我觉得没有关系，
I'm okay with that. 我没有要勾芡啊，我可以，它就只是一个有一点汤的感觉。我都看过外面啊，那个师傅啊，他都会在旁边，对对，很帅气的淋一点啊。你看，掰了。算了，把它弄掉好，弄掉好了。晶晶，做自己擅长的事啊。对啊，这两个人很可爱，真的很可爱。我代表擦掉，我那十三秒可以擦掉哦。剩十秒了。九、八、七，好了，就这样了，就一个五、四、三、二、在哪？一，恭喜两位完成了。我这一道菜其实就是很家常的香菇香肉，我的做法其实就是用家里面会有的调味料，虽然说就是一个 PK 这样子，但我还是用一个平常心做出可能平常在家里会吃到的食物。它是一个很纯粹的味道，不复杂，就是吃丝瓜本身的甜味，然后带点米线本身带的咸味。另外这个是酱烧鸡腿，其实是很简单的方式，因为我原本要想做那个三杯鸡，就是狠狠的三杯里面的一杯，我就是没看到，我也是没拿到太白粉这个东西，所以好险我拿到蚝油，然后又加上我把那个汤汁稍微收干，再加上蚝油可以带勾的效果，其实它那个酱是可以扒在那个肉上面的。晶晶煮了两道菜嘛，然后这个面的味道都是很好吃的。刚刚闻起来我有点害怕，那么有一点就是草的味道，有点像足球场的味道。足球场的味道。姜跟丝瓜的味道加起来之后，其实你闻的时候，嗅觉会产生一个就是那种比较冲击嘛。哦，所以如果是里面有蛤蜊那些的话，可能会更好。对，纤维可能就会出来。那晶晶做的这个鸡，还有就是秘鲁太太煮的这个香菇戴帽子的那个肉，也是两个都是很好吃。但是真的，我知道因为时间很短，所以味道没有跑进去。如果是跑进去的话，应该是会更好吃。你们两个在调味上是有天分的，但是慧文，你的问题在于说你的咸度变成三个等级了。其实如果你把所有的咸度抓到一起的时候，其实是会互相产生甜度的。但是你变成说你的绞肉，你的肉球是一个咸度，那你香菇没有咸度，你的酱汁又是另外一个咸度，那你反而会让这道菜呢太过于咸，会太重，然后咬到香菇的时候会有那种分开的感觉。鸡肉虽然你没有入味，但是其实我可以建议你们下次做这种快速料理的时候，你们可以改刀，然后再用梭汁的方式让它可以瞬间给吸收进去。吃到这两道菜，我觉得好像是两种不同的电视，一个是有一点黑白的电视感觉，然后晶晶的你是比较口味来说是好像比较彩色的电视，因为你很聪明，你有搭配这两个面线是比较温柔的一个 flavor， 但是因为你有鸡，两个搭配在一起很好。我就是要提醒你，你如果还留在比赛的时候，你的刀工要小心一点，姜丝也是有一点乱七八糟的，所以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 infection。 OK， 这一道我是 flavor is fine， 但是我会觉得比较 maybe 就是黑白一点，没有那么多层次。香菇没有放盐，没有放任何的佐料，再把肉放上去，你的那个 flavor 是进不去的，但是 the flavor 的概念 the concept 是好的。谢谢。收到。因为这边都做的都是家常菜，所以在台上的时候发现这边现在正在议论纷纷。慧文的那个香菇就是我们真的吃的觉得真的很棒，可是真的跟晶晶真的是可以平手，我们这边有两同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对啊。妈妈团们有答案了吗？今天这个选晶晶好了，晶晶真的好吃，这非常好吃，晶晶获得第一票。谢谢姐姐们，谢谢。我觉得两个都不错了，但是我觉得晶晶在今天的比赛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选择金金。谢谢老师，恭喜金金获了第二票。我选择金金，金金获得第三票，恭喜。我其实很痛苦，因为你们两个其实是伯仲之间。我今天最后决定的考量是在你们最后做菜的态度上。那金金是可能经过情绪的发泄了，他有一种回来就是我是带了一点愤怒的感觉，但是我有去控制这个愤怒，我把它放到这个菜上面去了。慧文比较可惜，你到最后有一点点自暴自弃，有一 点真的吗？我有吗？我想说我很 relaxed。 没有，不是你说实在话，做菜的人跟吃菜的人的一个沟通跟交流其实是很重要的。对，那你一直在摆出的态度就是我不在乎啊，反正都这样啦，没有关系啊，就会让我觉得说，那你这样子好像有一点放弃了，我会觉得有点可惜。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不是不在乎，但是我可能想要用，我不想要让那个情绪进去，所以我想要让我自己 chillax 一点点这样子，所以可能了解了解。但是因为我自己综合我的感觉的话，我还是会把票投给金金。对，谢谢孝田老师，金金再获得一票。我觉得你们两位今天是在非常压力大的这种状态之下已经展现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今天比较想要吃的再吃一口的，这就是黄金金的菜。恭喜金金在这个阶段获得了胜利。好，那你就晋级咯。啊，晋级怎么在哭了？怎么又要哭？你要跟他说什么话吗？答应我回来。来来来，不一定，他答应你，但是不一定老师会让他回来。你真的不要走，你真的不要走，我会怕。没事啦，还有怎么这样啊？慧文，他金金真的从头到尾都很 care 你的心情，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其实从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常常被认错，但是我们也想要在被认错的过程中找到我们自己的特色，然后其实谢谢你。其实这次虽然说输了，但是我很替他开心，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输只一时了。我觉得也透过你们两个，让我们看到说，虽然是一个选秀节目，我们算是对手，可是我们却是真的朋友。然后也赢的人也开心，但是输的那个人更替朋友开心，对不对？是我的妆吗？是你的妆没有错。好了，那我们就没办法，前面感性完了，还是要公事公办。那金金，你就在这边手放开，我可以带着他吗？没办法，你要看着慧文离开。没事，我就去坐一下，喝个茶。我回来。慧文往后走吧。你要回来，我敢，我会回来，大腿都要回来。我一定要回来的。拜拜。金金，那你就笑哈哈的往下走吧。谢谢老师，谢谢。恭喜金金。我不敢去想你要离开啦，因为我真的很，我是依赖，我真的很依赖，因为那种依赖不是说真的是在料理上一定要请教你啊或什么，而是一种安全感。我很开心他在这一回合完胜我，因为我知道他很有实力，我希望他还是可以自己在这条路上很努力，因为。我知道他有他的目标，我也有我的目标。那我们可能只是刚好 ，maybe 在这个 moment， 我们必须各走各的。